行，是不是北大人？很快，我等着你嘞。哦，就问他出院第七天去检验那个血常规，看看那里面出啥样。嗯，我吃了饭了，你说把药吃了，我也没吃。哦，那我喝水。检查这个不能吃饭，不能喝水。那才行。你吃了都挺好嘞。哦，就是下雨那点事。啊，交费各买回来去。交费能去吗？嗯，能去的。嗯，你听我讲讲，讲讲。因为去的路上得去，坐个 B 超，再坐 B 超也去。那交完了以后呢，要把你车现在。你说咱检查还要开的，按照去说。嗯，给他开开好了，我你你看这胃才开的有外。那肯定他那个家里人。这是您，给他开的。加了钱。那医生看就没事，这个都挺好的。没事。嗯，还是不能忘了。我说你连照顾都不好，照顾在抚养的时候，我是啥人？我说这个放心的。哦。对于你上次，对，那啥人比你上次你看拍的那个好的。嗯。啊，没几条，没几条。你这好好听你让我说一下。那在哪？嗯，是你在外，都没事。咱们检查检查啥样的结果？检查检查，都挺好的，好的，都达标了。尤其是白细胞，你看人家3.5至9.5，俺这都6.多，都在中间以上了都。这好了好。俺化验今天要听的时候，我就我别害怕，我都怕那个。又重新排了一个，也做个 B 超，一模一样，我都挺好。哎呀，我想你看这表太可恶了，是吧？我吃了一点，肚子太大了。这表好了，都一排了，不听了，我都是。不要，这不要好了，我现在今早不管事情了。啊？你那叫说是人家的，你多吃点菜，是不是？你那说那对我的菜，是不是？人家多吃多吃，多喝多喝，人家看这么紧我。你喝凉，你说叫你多吃，你该多吃。营养都是你，但是你该补的也得补。我怕那啥，你过等个啥时候治疗不了，然后你再你那啥少吃。不敢少吃，我害怕，我一点不打不到人家那个药。哦，就是。到那个院打针，你不是又烧的呀？哎呀，这下松了一口气，这得放心了。哦，别光那个养了，搁那得下回再说。这回反正是真都达到了。他的去啊，口上的去。你看去，这都摘了。你这没人。当时候都摘了，那都不用去了。坚持一段时间都来了。放心了，娘，这回没事了。对，下回也没事。你只要是多吃了都摘，不用害怕。多吃，那
吃的营养能吃。听我的，这一吃啥你都吃啥都得了。那我你这不天天吃的，真是当着一大瓶的浇。你说俺吃完吃完，有点吃完了，我天天这样。哎呀，要是有我这点肉，人家这个都不用做这个，人家开心都不用做这个，就花一分钱，做回去。花钱，那么是在国家是吧？花就是花钱呢。